哎，大家好，我 Hero。 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期末的前一个礼拜，我都会留时间给大家提问，只要你有问题，老师陪你一起解决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你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你的作业，赶进度。期末一堆作业很重要，我最喜欢解惑这个环节了，因为一个人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问题，优良教师 perfect。